完美的狩猎。完美的狩猎秘诀是一大早走到大山顶，熟悉周围的环境，找到一群野猪或者是野鹿，了解清楚他们所在的地方，接着就走下山去，向猎物逼近到100码远的地方。射手要自己再向猎物逼近10或者15码，藏在树丛后面，打死猎物，猎物丝毫都不会察觉你就在附近。这就是完美的狩猎。你知道，当我说你好的时候就想笑，我说的声太大，连后边都有回音了。我以为听起来会很愚蠢的。对吗？